旷世巨作《金谷奇观》。2020年9月27日，身息相通见证白羊时，众所瞩目的白羊圣庙安座大典，9月26日台湾标准时间上午。9点揭开序幕，来自各界贵宾、一贯道总会各位理监事以及海内外前贤代表莅临现场恭迎盛会。主办的一贯道总会首次以中、英、日、泰、印尼、越南等6种语言全球同步直播，世界各地宝亲线上共同见证历史性的这一刻。白羊圣庙一贯道祖师纪念馆的兴建意义非凡，一贯道总会王宝宗理事长表示，白羊圣殿的建构首先教导我们敬老尊贤，长幼有序。第二，从外观来看可了解到一贯道崇高的道义及丰富的内涵。第三，因为有此圣殿，全球道亲可以回来寻根问祖，各祖先交流日月密切热络，道务亦会蓬勃发展。图片起飞接杀祖师圣德阳，典礼由祥师献瑞迎宾开场，宝光崇正及发义崇德迎宾共计1200人，并以善歌展演一贯新传。即天坛祖师赞颂，振人心扉的歌曲《磅礴上云天》，接着引导其列队先行，各祖先领导前人们恭敬齐步登上108阶，进行起飞接杀仪式。红纱接现老祖师、师尊、师母金身圣像，随后31位来台开荒第一代前人被圣像依序揭开，栩栩如生的面容仪态，令人怀想起前人被筚路蓝缕无畏耕耘，感动在场的每一位前贤。接杀礼程一曲《敦煌飞天舞》，演出天人同庆，共贺达成共同的心愿，最后全体到清县共请坛安坐，恭迎老母圣驾降临。图片
感恩喜舍千秋创辉煌。白洋圣庙自1994年起计划兴建，以天坛为形式，全栋内外采用景泰蓝青铜镶嵌，打造金古奇观旷世巨作的经典格局。为缅怀老祖师师尊师母之心愿，金陵山宗教艺术园区汤文万总裁深受前人德行感召，发心县的新建。1995年9月一贯道总会第二届第十五次里监事会议正式接受汤总裁捐建白洋圣庙，于今圣庙安座，汤总裁致辞表示，首先感谢后学的老板不休息菩萨，因为他老的成全鼓励，才让后学有这个机会为一贯道付出。白洋圣庙酝酿了20余年，期间历经艰苦，后学始终相信不休息菩萨绝对会帮忙后学，最终有今天的安座。图片：天恩师德渊源远永流长，巍巍天恩耀十方，三奇应运大道将，祖师奉命度元皇，白洋圣庙永流芳。发义崇德负责群谢经理表示，今有白洋圣庙圣地，彰显师尊师母奉天承运，可大可久，永续发展，更促进一贯道各祖县的团结结合，也记载着一贯道弘扬史，建物内外铜雕可立千年，将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文化资产。白洋圣庙即将在10月17日正式落成启用，盛典将迎来更多的嘉宾与关注，全球道亲都可以透过直播一同庆贺，感谢天恩师德。图片。评论已关闭。最新讯息。活动盛况。圣哲词语。白洋圣庙。影音专区。投稿专区。好康道乡报。提供者使用自定式范本建立您的专属独特网站。https://ictpaper.weebly.com/279632120534271